晚上还可以欣赏美丽的台湾灯会。哦，那是无办法到现场的好朋友，谁安嘛？没办法到现场的，可以通过中华电信 MOV 随心所欲，及时欣赏2017台湾灯会的现场美景。哇！欢迎各位好朋友一同来云林赏花灯，请大家一起来观赏，璀璨亮丽。